敢若伫咧倒位看过。是周真妮，伊应该认袂出来，我是个绑票的人。莫紧张，紧张程度会用发现着。伊就是甲我绑票的人，我爱先假做无认出来，等下再去报警，卡变打草惊蛇，让伊走去啊。副总，就是这间啦，我先来去买。等下，我无想要买啊，咱来别间。哦。另外一出来小公主到忙了，你就是给我放出来人。你是在讲啥你啊？副总，你跟他明就是伊。你之前讲想要台死关节，敢对我的查甫人动手，我绝对袂帮你杀。你这个小杂物，我唔帮你！你又干？我来帮你！可恶，让伊走去啊！副总，你敢有确定是迄两个人啊？迄当阵我足忝的，我无完全把迄个人的面罩揉落来，啊，不过伊的目睭甲鼻仔我认会出来，甲拄只迄个查甫同款。身材嘛同款，那呢，咱是不是应该先报警？不用的，我袂当完全确定，但是打草惊蛇就唔好啊。咱先回去，再看卖要哪做。哦。想要跟阿曼达已经甲对妈破嘴，查甫人若是在婚姻内底无互疼惜，这些互人看袂起。我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安迪的心，才有法度伫酒家徛起。你莫艰苦啊！我替你买足侪新衫哦，还佫有你爱食的甜点，拢是你喜欢的。你确定遐个衫我拢会当穿无？你放心啦，你穿起来一定足水的。水嘛无卡多啊，要不想要看的人是阿曼达，唔是我啦。宝宝落水了，伊要见的嘛是阿曼达，根本都唔是我这个某。拢嘛是你害啦！就是陪你去看迄个什么办婚礼的所在，才发生这款代志。你无要紧，是你真正有够重的呢。艾伦，时间无早，敢会当请你先倒去房间休困？你安尼是啥物意思？要嫁出去的大哥啊，把地府啊赶去房间，这那是给外人听到，会认为讲你是独孤的。我那就是为着你好啊，艾伦，家无外人，就干那未来亲家。那呢，大哥啊，伊就甲你哦，未来大家去大饭店，恁哦才是一家伙啊。啊，那阮世间金矿哦有投资饭店，我会当替你安排总统套房。这是阮家，我想要带相登来住，无需要经过你的同意。而且，说我这么心情不好，一个人住饭店，我袂放心。我是惊讲阿姨哦，住伫别人家，伊袂自在。放心啦，我足自在。酒家吼，我比你搁较熟。因暗我会困伫楼骹的客房，我会离安迪的房间很远很远，袂甲你搅扰着。是讲哦，你甲安迪的感情。敢那嘛无讲介好呢？阿姨，你想要住几间拢会用的哦。啊，不过说我拄啊好就好，啊无冤家来冤伤久，会拍歹感情。你嘛知影姚母的个性，食软无食硬。恁两个结婚这么侪年啊，爱对家己有信心。我是足生气姚母的，啊，不过我更加生气你甲阿免打呢。两个人早就知影，啊，搁做伙问问我，无爱互我知，啊，恁哪有算什么好姊妹？因两个都真正无安怎啊？迄拢是过了十年之前的代志啊。而且你嘛是才阿妹来一阵嘛，伊的个性、伊的做人，你敢信袂过？
我就是了解阿敏达的人，我唔才会惊。伊都洗了水，佮善良，啊，佮有气质。我惊要不，我都甲伊放互袂记哩。阿姨，趁一几工，我带你来做医美，互你变水水。我保证，绝对会变甲比阿敏达伊佮较水。你讲的哦。阿姨，啊，你拄则是咧讲？阮阿敏达甲饭档的亲情交往过的代志是无？我讲艾伦啊，你想要坐伫遐听八卦，就请你有耳无嘴。这种八卦我阁无想要知影，我只是做欣赏阿姨的啦，只要你一个人关心伊，那我才像我进前住阿姨的时阵哦，妈甲珍妮嘛不像你遐关心。阮家去看你一摆，就予记者包围，算我敢关心你。妈阿姨，我今仔日敢若有看到甲我绑票的人？你敢有确定？因敢有对你安怎啊？予因走去啊！啊，不过我只是感觉足像的，我无法度完全确定就是因。哎呦，走去就走去啊啦！你的性格过达三十斤呢，若是搁有人掠走。恁爸就真正被破产啊！我拢已经清清楚嘛，我姓韩可鲁啊，甲检察官这个工作辞掉。照你讲，你都无任何的顾虑，用个尽全力去处理彭亚武的代志。时间已经过遮久啊，这彭亚武除了什么五时来遮啉咖啡以外，一点仔进展拢无啊。到底是你的脚手较慢，还是讲你还阁有其他的顾虑？我确实有其他的顾虑。这个咖啡饭也母已经吃掉了，不过就算说他神经大条不知道，他家里的人也会发现，尤其是他母。我上次见过他，我感觉他是一个很敏感老猜疑的女人，万一我直接出手，我恐怕会吃紧弄破我，会破坏总裁计划。他的母我哪有熟悉，不过他没像你说的这么欠卡，伊只是一个头脑简单、毋捌见过什么世面的查某人。而且照你讲，以你的能力啊，你应该当甲彭亚武的代志处理好势了，阁予伊甲你当作一个好的姊妹仔伴，甚至阁拜托你，请你甲伊斗三工救伊的红菜。我相信你做会到的。我会赶紧完成任务，请总裁放心。嗯。姓汉敢有答应要辞职？阿妹，阿哥，我有一个压力，应该真紧会做出决定。压力，伊工课压力已经足大啊。免紧张，你是伊的妈妈，你烦恼伊是正常的。阿哥一个查甫囝，你若是无给伊压力啊，伊是袂成长的。到时阵就参像坐井看天的水鸡同款啊，因为毋知这个世界有偌大。放心啦，我相信伊袂让我失望的。虽然我希望姓汉辞职，啊，不过总裁安尼讲，敢会是用什么手段逼姓汉答应？就算我问姓汉，伊嘛袂跟我讲，这是要安怎才好？姓汉传讯起来，伊答应啊。客伯，啊，恁哪会知我伫病院啊？啊，不是你传简讯给我的。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魏云传的。无啦，我伫食饭包顿尔，无啥物代志啦。老板大姨啊，讲讲无代志，袂用嘞，我袂当回你一个人大姨，我留来陪你。唔免啦。啊！你暗时敢是敢上班？
我刚才是留院观察你啊，啊不是开刀啦，免照顾吧。我看你应该是嘿，因为你工作真无闲啊，啊三顿无照时间才破病。既然你这工作这无闲哦，你若阁继续安尼落去哦，就算讲哦你是体魄身体你嘛挡袂了。嘿嘿，嘿，郭小姐，我伫咧边啊啦，啊，好，多谢你给我通知，好，多谢多谢。就是囡仔吼，一顿无甲买便当就破病，啊，几岁人啊，无用照顾家己。我看你归去哦，趁你破病这个时阵啊，你甲头路死死的来我的公司上班啊。安尼啊，我用去替你妈妈照顾你，你妈妈去上班啊，嘛加较安心。我无可能答应你。是安怎讲啊？你顶边来我的公司啊，希望我撤销对恁嫂的投诉。所有利害关系我拢分析互你听呢，我拢讲到安尼啊，你还阁唔肯答应？啊，无你是咧坚持啥物？我无想要违背家己的良心。你即卖意思是讲，你来我的公司上班，就是违背你家己的良心嘛？原来你的心也是安尼看我这客票。唔是，我真敬重你。客伯，我甲我妈哦，真多谢你的照顾。会当讲，若不是因为你，阮无法度过这么好的生活。我希望有一天，会当公平正大替你辩护，不是像即马，为着要保护一边，所以做出不得已的选择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我有犯罪，你必须要替我辩护。我看你真要迄个张建华给你洗脑去安尼。我真相信阮嫂会做啦，无药无食的代志，伊无可能凊彩不落的。可是客伯，你若是真正甲阿英的代志无关系，你是安怎爱伊放弃调查？我点你，你敢会相信伊话？你唔相信我？星汉，我应该你客伯回去的，伊一听到你带伊，马上过来看你，你袂当对伊这么无礼貌。客袂实的啦，我唔是超过伊哦，要我叫你。卡叔若是有啥物得势的所在，请你莫见怪。苏书记，你我看大汉，你啥物款的个性，我敢无了解。顶回你妈妈甲我讲，你的个性伊整着伊啊，确实是无唔对。我定要做的代志啊，就算用十台牛车甲你拖也嘛拖袂动来。所以客伯，你敢是愿意答应我撤销对阮嫂的申诉？原来姓韩顶该是为着我去甲郭世兴告假，才让郭世兴要求市检察官去四天集团上班。这个死囡仔吼，竟然无甲我参详，都大主大意走去谈判，真正假敖呢？我想要讲，我这客伯啊，讲的话竟然比袂过你才熟悉一年的嫂。想着我就感觉切心。听总裁甲信汉讲的，刚讲总裁有啥物案件伫张建手头。总裁，你若安尼想，信汉做代志冇家己的原则，我相信伊分得清楚，谁才是伊应该保护的人，对不？对啦，客伯，卡叔刚刚只是误会，我一定哦。会还你一个清白。唉，说出去啊！你那拢大汉啊，而且已经拒绝做这边我替伊安排的代志啊，我总是要尊重伊的选择。多谢客伯。谁叫你是我后生？